我们是来自美克的数位部门，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顺强兴业来做参访。那顺强兴业呢，它是成立了35年以上的知名 CNC 加工厂，它拥有高阶的加工技术，而且在加工的部分啊，他们还是跨足了各领域跟各产业，不仅仅能够满足客户所有的加工要求，在品质方面他们还拥有了高精密的检测仪器，可以提前为客户做把关。在油品的选用上呢，他们该如何去兼顾困难加工以及环境人员安全健康的部分，以下我们有请顺强兴业的陈老板来为我们做介绍。专业且知名的 CNC 加工厂顺强兴业，老板陈伯强。大家好，我们这里是顺强二厂，我们机台数大约为35台，有车床、铣床、机模床。我们主要产业类别为工具机、钣金、医疗跟半导体等等。我们从材料加工到量测，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客制化的能力，为了让客户有品质上的提升，我们还拥有蔡司三寸圆量测。不啰嗦，我们直接现场看看吧。这是我们台中精机的机器，它主要在加工于大洗及重接销的零件。以前我们使用矿物油的时候，它总是会产生大量的烟雾，烟雾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空气品质以及我们机台跟工件的油腻，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员工的过敏。自从我们使用了美科植物性切削油之后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里面的工件，它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加工，改善了我们的油雾及油腻还有过敏的问题，所以这就是我选择美科的理由。陈老板，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因为啊，现在整个大环境都在大谈 ESG 企业永续的部分，在使用美科植物性切削仪之后，对于贵司在 ESG 实践方面有没有起到重要的帮助呢？有很大的帮助。是以前使用矿物性切削油的时候，我们的员工的皮肤造成严重的过敏，对我们的环境也造成了很严重的污染。自从使用了美科植物性切削油之后，我们的皮肤过敏的问题也已经得到了改善。另外，我们的厂区环境也得到了绿化，也提升了我们的企业竞争力。很开心今天听到陈老板这边为我们带来的分享。那老板在影片中也叙述到蛮多美科切削仪带来的好处及益处。那想问老板一个问题，在老板的成功体验下，会推荐您的客户使用美科切削仪吗？会，肯定会。那最后在我们一起说，美科赞不赞？赞。